新闻脱口秀，妙语说天下。各位观众，这里是辽宁卫视每天中午12点准时为您直播的说天下。大家好，我是疫情防控不放松，出行一定绿码通的一凡。大家中午好，我是春光无限好，出游少不了核酸检测要做好的李妙。少得忘哈，疫情防范大家千万不能松懈。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关注全国疫情的最新情况。5月6号0时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45例，含18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4275例。我们再来关注我省的情况。5月6号0点到24点，辽宁省新增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丹东市报告，新增98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其中沈阳市报告1例，丹东市报告28例，营口市报告69例。5月6号0时至24时，沈阳市新增1例本土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系域外返诊人员在集中隔离场所例行核酸检测发现，目前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触者排查管控以及疫点周末消毒等各项防控措施正在有序推进。那今天上午呢，沈阳市交通运输局发布了最新通告，根据苏家屯区疫情防控需要，暂缓恢复苏家屯区域以及周边公交线路的运营，有出行需要的朋友呢要注意了，调整出行方式。今天上午呢，沈阳市召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83场新闻发布会。5月6号的0时至5月7号的10时，沈阳市新增7例核酸检测结果异常人员，其中1例在主动核酸检测筛查当中发现，2例在管控区发现，4例在隔离场所发现。沈阳市卫生健康委接到报告之后，立即调派120负压急救车，第一时间将上述人员转运到沈阳市第6人民医院诊断治疗。苏家屯区部分区域实施封闭静态管理，开展全员核酸检测，争取1周左右时间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我们说疫情防控仍然不能大意哈，出行绿码扫，核酸检测少不了。那最近呢，就因为做核酸，咱们沈阳民警竟然意外抓获了一名隐藏身份10年的网上逃犯。当时呢，民警正在核酸检测点执勤，就发现来做核酸的这位大哥有点不太对劲儿。虽然身份信息显示的年龄是40岁啊，但本人看着呢，确实是长得有点着急了，比40岁要苍老很多，明显就是个老人嘛。民警发觉不对劲儿，立即就对男子展开了盘查。这一问不要紧啊，这名男子神色慌张，虽然呢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于洪区沙岭地区的居民，但是啊，却对沙岭地区和街道和建筑一点也不熟悉。民警呢再查该男子过往的核酸记录，发现呢，在过去的12天当中啊，他仅仅做过2次核酸检测，这是疑点重重啊。于是呢，警方就将男子传唤到了派出所审查。结果您猜怎么着？这位大哥的真实身份是59岁的刘某某，我冒充40多岁。对，就不是身份证上那个徐某某。10年前呢，他曾经在铁西持刀伤人之后潜逃。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已被沈阳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可以说是天网恢恢，核酸不漏了。咱们呢再来关注上海的情况。5月6号0时至24时，上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3例和无症状感染者3961例，其中的175例确诊病例为既往无症状感染者转归，78例确诊病例和3943例无症状感染者在隔离管控中发现。新增本土死亡13例，平均年龄83.8岁，最小年龄62岁，最大年龄95岁，死亡的直接原因为晚期恶性肿瘤或基础疾病。今天上午，上海市举行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经慎重研究并报教育部同意，上海市秋季高考统考延期到7月7号到9号举行，中考延期到7月11号到12号举行，取消初中理化实验考试、外语听说测试，相关考试成绩以满分计入学生中考总成绩。昨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5月以来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整体趋稳，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继续下降。截至目前，2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域为低风险地区，但仍存在反弹风险，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介绍说，从2020年以来呢，我国的新冠疫情防控大体上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突发疫情的应急围堵阶段。第二阶段，我们称之为常态化
疫情防控的探索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是让我们称之为全链条防控的动态清零阶段。第四阶段，也就是当前，实际上从今年的三月份以来，那么我们正在进入了全方位的综合防控、科学精准、动态清零阶段。梁万年表示，在当前的第四阶段和前三个阶段相比呢，我们要以变应变，以快制快。当前隔离收治能力要更强，分类收治机制要更健全，疫情处置要更快更聚焦。尤其是要重视社区防控啊，因为社区呢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做好社区防控可以有效的阻断疫情传播，尽快的实现动态清零。世界卫生组织5号发布最新消息表示，疫情发生两年间，从2020年1月到2021年12月，新冠疫情直接或间接造成约1490万人超额死亡，其中84%发生在东南亚、欧洲和美洲等地区。在这儿呢，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超额死亡啊。所谓的超额死亡呢，就是指全球实际上的死亡人数和新冠未发生年份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包括疫情直接导致的死亡和因新冠大流行对卫生系统和社会影响等导致的间接相关死亡。世卫组织表示，超额死亡数据比报告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更能客观反映大流行的真实情况，未来呢也会根据最新数据来更新这一评估结果。好，说一下我们来说传承。说近日呢，在上海临港方舱医院，医护们为一位九旬老人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出舱仪式。大白们不仅向老人献花，还敬礼以表敬意。那这位老人为啥这么特殊呢？因为这位老人呢是大白们的前辈。老人呢叫做王曼如，今年93岁。4月23号，王奶奶进入临港方舱医院接受治疗。治疗期间啊，这个医护呢翻阅资料，发现王奶奶在退休之前也曾是一名白衣天使，还曾经上过战场保家卫国。是的，在1950年，王曼如作为原上海市立第三人民医院的护士，参加了抗美援朝前线医疗救治。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的左边就是王曼如。那用我们今天的审美来看啊，这也是非常惊艳的。的确啊，温婉坚毅的他在前线尽心尽力的救治伤员，而且还荣立了3等功。从战场平安归来之后，王曼如几十年如一日投身儿科护理事业，一直到退休。有故事的王奶奶让人心生敬佩啊！医护人员巡诊走过的时候呢，还时不时的和奶奶聊几句。虽然老人家耳朵有点背，但是思路却非常清晰。王奶奶说：“谢谢你们，你们来到这里照顾病人，做的是好事儿。”在入舱治疗的日子里呢，王曼如非常的健谈、爱笑、积极配合观察治疗。他总是说啊，再艰苦的地方都去过了，这里条件很好了。而经过一周的治疗之后呢，王曼如2次核酸转阴，迎来了出院的好消息。方舱医院的华山医院医疗队为王奶奶准备了一场特别的出舱仪式。进去不见的卫生与你相拥，把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再见，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将够过我的天，我要活成你的愿，愿不问那愿有一生风，愿我将爱你所爱的。优美的旋律，方舱广播里呢响起了志愿军战歌，两名退伍军人走上前敬礼，将鲜花献给敬爱的志愿军护士，这让王曼如呢很感动。老人说啊，这些日子你们很辛苦，谢谢你们。华山医院的医疗团队的朱医生表示啊，王曼如出舱之后呢，会返回老人公寓，开始7天的居家健康观察。他们已经和老人相约，待疫情好转、阳光明媚之际呢，会去公寓探望他，听他讲自己保家卫国的经历，为他讲今日白衣天使抗疫的故事。这场特别的出舱仪式打动了不少网友，大家说啊，老人的背后是一场白衣执甲的接力，致敬奶奶，致敬医护，致敬最可爱的人。新闻大小评，创意我来评，常态化核酸大伙都不陌生了啊！排队等待的时候，各位都爱干点什么呢？是不是都在低头刷刷刷刷手机呢？同样是低头啊，在北京市海淀区莲花小区的核酸检测点，大家看的就不是手机，而是诗词。白日曦，北风吹雁，雪纷纷。
画的那个两米线，我觉得不太清楚，所以我就想有什么东西能给它明确一下。我就跟我妈一起找了30多首诗，选了一些，之后就连夜贴完了之后，第二天一早。读高一的小沈同学呢，不光想了，还在征得社区同意之后大胆地干了起来，选诗词，确定版式和背景图一气呵成。一家人呢到打印店打印了30多张带背胶的贴纸，沈俊博啊用自己的压岁钱支付了打印费。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5月5号的清晨，这份诗意两米线出现在了核酸检测的现场，并得到了一致的点赞。被点赞的除了小沈，还有江西上饶广丰区一村子的核酸检测点，因为那里设置了一排特殊的遮阳走廊。来，大伙儿都看见了吧，这个特殊的遮阳走廊呢是用遮阳伞搭建的。立夏已过，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为了防止大家做核酸的时候呢晒中暑，当地村干部买了30多把遮阳伞，搭建了这个温馨场地。多好啊，人性化，又遮阳又保持距离，咱们呢确实应该为他们点个赞，值得学习啊。好，收听下我们新闻继续。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好天气哈。今儿天儿就不错啊，没错啊，一出门阳光明媚，春风和煦，鸟语花香，这天儿谁能不舒心呢？可不啊，我就觉得这个大太阳晃得我是有点睁不开眼睛，这紫外线得老足了。我觉得到这个时候，你们女士是不是又开始准备这种防晒小妙招了呢？那肯定的，而且你想啊，夏天已经到了，但是病毒呢还未散去，在疫情防控的常态下呢，佩戴口罩也成为了我们出行的规范嘛。这说到口罩呢，其实我是白色控，我也觉得白色挺好看，对，因为感觉白色最反光，它防晒效果可能会更好，所以我口罩都一水白色。但是这个事儿我跟你讲，李喵，你说话的可有点早，我带你长长知识啊。防晒口罩哪家强？看完实验见分晓。有专家呢使用专业的光谱仪对白色、蓝色、黑色3种医用外科口罩进行了紫外线屏蔽能力检测，结果发现呢，白色、蓝色、黑色口罩对紫外线的屏蔽能力分别是73%、93%和99%。啊，这啥意思？这整半天我买的是最不防晒的，还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黑色不是最吸光吗？怎么还能最防晒呢？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啊，实际上呢，口罩的颜色越深，防晒效果它就越好。其实用黑色的口罩就可以达到很好的防晒效果，但是可能用这些专业的带 UPF 指数的防晒面罩啊，防晒口罩会有更好的遮盖范围。啊，听懂了，戴医用口罩呢要挑暗黑系的哈，又防病毒又防晒，一举两得，完美。嗨，这话呢你又说早了啊。其实呢，医用口罩的遮盖范围呢是有限的，要想不晒黑还得用专业的。一项实验显示呢，防晒面罩的屏蔽能力上啊，无论是深色还是浅色都能达到99%，尤其呢是戴 UPF 指数的防晒面罩会有更好的遮盖范围，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呢会被晒出口罩脸的这样一个原因、啊、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之前上过热搜的一张照片哈，是上海的一名交警在气温超过30度的户外忙了一天了，回到所里摘下口罩之后呢，这脸上看到了吧，就出现了一个边界分明的口罩晒印，这画面看的虽然让人很心疼，但是呢还有点好笑。哎、天儿啊是越来越热了，口罩呢是有一定的防晒效果，但是如果大家呢长时间暴露在户外啊，要采取更加周全的防晒措施。在户外辛苦忙碌的警察大白志愿者们要更加注意啊，防晒防暑热，抗疫迎曙光。是啊，口罩呢可以防晒，但是还有一点大伙也得注意。医生提醒大家，过了立夏节气呢，气温逐渐升高，一些有基础皮肤性疾病和过敏性皮肤病的患者也要进入发病期。所以呢要科学的佩戴口罩，还可以避免引起皮肤疾病。在高温下长时间佩戴口罩，部分人群会出现面部红斑、丘疹，严重的会产生水泡。尤其是一些人选择了不适合自己的口罩，比如脸部较大但是佩戴了比较小的口罩，导致局部压力过大，都有可能引起皮肤性疾病。因为我们所佩戴的无论是外科口罩还是 N95 的口罩，它有很多的材质上面的不同啊，有一些比如说无纺布啊，有一些喷涂的一些东西，对口罩材质的一些过敏性的一个反应，那么就是引起了一个过敏性的皮炎，局部由于微生物的大量繁殖呢，可以造成一些痤疮样的一个损害，比如说原有的痤疮会加重。此外，很多市民经常会一个口罩反复使用，佩戴很长时间也舍不得扔掉，其实这是不科学的，
长期佩戴口罩，由于局部这个潮湿的这个环境，或者是唾液呀、啊，或者是鼻腔呼出来的一些水蒸气啊，还有一些微生物的大量繁殖，所以都会残留在这个口罩上。到一定时期，它是起不到就阻隔病毒啊、阻隔细菌的这个作用的时候，那么一定要那个就更换口罩。所以我们经常佩戴的，比如说一次性口罩啊，就是一次性的，你过后摘掉了以后就不要再佩戴了。医生建议，皮肤敏感的人应该避免进入高温潮湿的环境，并且选择宽松一点的口罩，口罩尺寸不要过小过紧。如果工作需要必须佩戴 N95 或者防护更好的口罩，应该尽量每隔一段时间就更换口罩并透气，缓解皮肤压力。出现过敏反应的时候呢，除一些水剂啊，有一些生长因子的溶液啊，可以改善这种红肿的现象。一定不能用含有糖皮质激素类的药膏，对皮肤屏障就受损会更严重一些。如果出现明显的糜烂渗出的时候，或者是更加严重的时候呢，还是建议到医院去系统的去治疗。说5月3号，广西宜州一女子驾驶一辆汽车在高速路上逆行25公里，当地交警接警后迅速拦截，可这女子说自己在学开车，听说要扣12分，这名女子笑嘻嘻地说随便扣，最终民警做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驾驶证的处罚。这位姐姐，正确顺序是先学习再拿证，欠下的课得补上啊！而且你需要学的不只是开车，还有尊重生命这一课。说熊孩子背后可能就是熊家长。5月2号，江苏无锡动物园内一女子用力拍打玻璃，想引起狒狒注意，随后多名小朋友在旁模仿拍打，狒狒生气并不断用头撞击玻璃，拍摄者吴女士觉得这种行为非常不可取，她尝试劝阻但无人理会，希望动物园可以加强管理。感觉这位拍玻璃大姐也老大不小了，就不能给孩子们做个好的表率吗？说5月4号，广东汕尾一小姐姐在行驶的路上碰到好几头正在蒙圈并思考诸生的二师兄。我是谁？我在哪儿？我不应当在车底，我应当在车里。看样子是运猪的货车门没关好啊。看到这一排二师兄，小编我不厚道的笑了，抛去交通和经济损失，咋看咋像艺术行为呢？说5月5号，湖北宜昌女儿的同学去年给了自家孩子10多条蚕宝宝，经过一阵子的精心饲养，现在已经发展到1000多条，现在都快节俭了，家里实在装不下，就拿了一部分喂鸡，剩下的给孩子继续观察。这位妈妈自信点，给咱孩子养出一条蚕丝被来行不？说5月3号，河南郑州宋先生意外发现一农贸商店内承诺摆放的鸡蛋传出了小鸡的叫声，上前查看发现有很多鸡蛋破壳孵化出小鸡来，宋先生推测应该是天气原因，鸡蛋摆放的位置刚好在阳光的直射下，受精蛋经过一定的天数就孵化出来了。店老板也挺忙的，之后找了个纸箱把小鸡们都放进去了。店家，您再上点榛蘑，小鸡炖蘑菇齐活。腰椎间盘出了问题，红啊！请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好，收听下，欢迎回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英勇。说近日呢，在湖北荆州一段上坡路滚落的煤气罐，吓得后方的小车司机是不知所措。不过说时迟那时快，一位黑衣女侠半路杀出，用英勇拦截化解了一场事故。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后方汽车的行车记录仪拍下的画面，真的是一段上坡路啊，一辆摩托车呢与前方的白色轿车发生碰撞，连人带车摔倒在地，摩托车上的一个煤气罐子一下子滚落下来，顺着坡路就冲着后面的车辆就滚了过来。这可是煤气罐啊，这要发生碰撞那爆炸了可不得了了，后面的汽车是吓得赶紧倒车避让，但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只见路边冲出来一个黑色的身影，三步并作两步一路追赶向下滚落的煤气罐，成功的抓住之后呢，把煤气罐拎到了路边，才避免了跟后车碰撞。真的是太险了太险了，幸好是有女侠及时出手。是啊，女侠英勇啊，紧急时刻果断出手，而且还身手敏捷，黑衣女侠真的太勇了。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黑衣女侠啊，她叫做周兰，今年34岁，是湖北荆州石首市本地人，跟丈夫呢经营一家废品收购站。
但是没想到哈、啊，这英勇的黑女侠长得还这么白净秀气呢。还真是啊，周兰说呢，当天天空是飘着零星的小雨，她正在店里整理废品的时候，突然就听到一声巨响，她赶紧跑出来查看，看到这个滚落的这个煤气罐，她来不及多想啊，快步跑上去，在煤气罐呢将要撞击到汽车之前，截停了煤气罐。好险啊！后车的司机李先生也说，当时事发突然，自己的注意力呢全都在摔倒的摩托车车主身上，当他突然发现煤气罐在坡上朝他滚来的时候，赶紧就想着要倒车，这眼看就要撞上了，多亏周兰把煤气罐拦住了，非常感谢他。周兰勇拦煤气罐的视频呢被放到网上，网友们是纷纷为他点赞啊。其实呢，周兰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5岁的儿子从家人的手机上看到妈妈的事迹之后呢，问周兰说，妈妈这是不是你，妈妈你好勇敢啊。10岁的女儿呢也抛出了同样的问题啊，说妈妈你怎么会想着去拦这个呢，你怎么这么勇敢啊。我想呢，在孩子们的眼中啊，视频里那个追赶煤气罐的妈妈简直就是超人。周兰也说了，这次帮助别人的小事呢，也希望对两个孩子能起到教育作用，希望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学会帮助别人。有超人妈妈这样的言传身教，一定会的。为勇敢的周兰再次点赞。好，收听一下我们新闻继续，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救援。说不久前在贵州省贵阳市上演了一幕民警同志紧急救援被困儿童的事件。说起这孩子被困呢，真的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就也不知道怎么的，这4个半大孩子呢爬上了某山侧的峭壁，因为下雨啊，地面特别湿滑，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进退两难的时候，这孩子们呀，这时候才知道害怕，在峭壁处大哭起来。哎，接到报警的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通过执法记录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4名儿童被困的位置呢是山侧一处公路护坡的平台，这向上呢是倾斜大约60度的水泥护坡，向下呢是10几米高几乎垂直的护墙，左右两边还都是光滑的护坡。所以也就是说呢，被困位置的周围没有任何可以攀上的物体，孩子们一步。不小心就可能坠落下来。看这图片是真惊险啊。话说他们是怎么爬上去的呢？真是让人不省心啊。民警同志啊，一边安抚孩子们的情绪，一边慢慢爬上第一个护坡平台。但是呢，因为山势陡峭，当时还下着小雨啊，坡面十分的湿滑，他们想要继续向上攀登，这难度啊真是有点太大了。是啊，这天色也渐渐的暗了下来，救援工作刻不容缓。民警根据现场勘查，决定采用搭人梯的方式开展救援。于是呢，就有了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一幕，他们一个一个的垒上去，借助彼此的力量攀到能接近孩子的地方。在攀爬过程当中呢，他们一边寻找落脚点，一边向孩子们喊话，给他们信心和鼓励。在稳固的人梯搭成之后啊，民警抱住孩子，小心翼翼地传递给下方的同事。就这样啊，4名儿童都被安全抱回地面。很幸运啊，虽然这些孩子们吓个够呛，但是好在没有人受伤。根据了解，这些孩子是趁着长辈不注意一起外出玩耍，结果呢遇到了这样的意外。我看民警啊把孩子救下来的时候还劝他们呀，下回可不带这样的了啊。当大人的这也得足够的尽心啊。要知道这熊孩子们玩法那是五花八门的哈，你稍微一个不注意就能玩出一个让你瞠目结舌的花样。最重要的是呢，大人有一点疏忽造成的有可能是孩子们无法挽回的这样一个后果。所以呢，在这儿咱们还得一万次的碎碎念啊，家长心够细，宝贝才安心。没错，遭遇惊险一刻的呢还有下面这个孩子。近日呢，广安一小男孩在车内玩耍的时候把头伸出了轿车的天窗外，结果孩子不小心呢碰到天窗关闭键，这关闭的车窗一下子卡住了孩子的脖子。你不能看妈妈，事故现场已经有大量围观群众，一名小男孩脖子被天窗死死卡住，小男孩父母用手紧紧支开天窗，防止天窗再次收紧时对小男孩造成进一步伤害。消防救援人员用衣服护住小男孩的头，并对小男孩的情绪进行安抚。另一名救援人员找准着力点，利用手动液压扩张钳对天窗进行扩张。
经过几分钟的救援，小男孩的头被顺利取出。我们也提醒大伙儿，在乘车时不能把头、手臂或身体的其他任何部位伸出车窗外，尤其是儿童乘车时，家长一定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以免出现意外。就这画面我都看着跟着揪心，手都跟着出汗呀。你说这孩子要出点啥事儿，当家长不得后老悔了？可不，不管你怎么样溺爱孩子呀，有些安全红线是一定不能碰啊。没错。好，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啊。日前呢，江西两位骑车不戴安全头盔的驾驶员被交警拦了下来，拿过他们的身份证一看，交警立刻有些恍惚了，这我是穿越了吗？这怎么着呢？今天碰见这俩人，一个叫刘邦，一个叫项羽。我是刘邦，我是项羽，我们被交警抓了。刘邦和项羽被抓了，这在短视频平台引来众多网友关注。穿越迷们脑补，这俩冤家对头莫非穿越到了2000多年后了？想多了。其实事情是这样的，95后的刘邦骑车经过九江联西大道与庐山大道交界处时，因为没戴安全头盔被交警拦下。10分钟后，90后的项羽因同样原因被交警拦下。这般巧合让幽默的交警也大呼没想到啊，当即请两位与历史名人同名的驾驶人现身说法。你俩这名字在古代好歹也是一代枭雄，记得一定把头盔戴到啊，没有戴头盔的情况下一定要切记这个，就不要驾驶摩托车了。那你哥俩今天也是太巧了啊，刘邦跟项羽同一天都被我查获了。由于刘邦和项羽认错态度都挺好，九江交警在教育过后给他们送上了安全头盔。这俩人也诚恳表示已经吸取教训，以后出门一定会戴好头盔再出发。效果之后啊，咱这安全意识还是一刻不能松懈啊。说的没错。好，说了一下，我们接下来再来说意外。说就在今天早上，喜欢篮球的朋友们都看到这样一条转发，31岁的篮球运动员阿尔泰在一场比赛当中突发心脏骤停，5月5号下午抢救无效，不幸离世。身高1米93的阿尔泰效力于新疆石河子大学篮球队，很多关注大学生联赛的球迷啊都很喜欢阿尔泰。他在 CUBA 呢，场均可以得到16.4分、4.4个篮板，非常非常的优秀。是啊，阿尔泰呢出生在新疆一个村庄，虽然从小生活不富裕，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篮球的梦想。为了补贴家用，也为了攒钱买上一双自己喜欢的篮球鞋，阿尔泰呢早早的就开始在外打工了。高考的时候成绩不理想，没能被大学录取，但是篮球呢没有辜负阿尔泰。在他最迷茫的时候，石河子大学男篮教练胡江发现了他，让他在历经曲折之后终于走上了 CUBA 的正轨。篮球改变了阿尔泰的人生，从那个因为买不起鞋没机会打球的穷孩子，变成了在 CUBA 扣篮大赛上受人瞩目的球星。因为篮球，他走进了大学，在毕业之前就找到了工作，他再也不用为一双篮球鞋发愁，也不再需要为一日三餐而苦恼。但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多年之后再次听到他的消息，居然是这样的一个噩耗。是啊，根据医生的介绍呢，心脏骤停就是指心脏的泵血功能突然停止，大动脉搏动消失所引起的一系列循环衰竭状态。如果说把我们看作是一台机器的话，那么心脏呢就是这台机器最为重要的发动机，为机器源源不断地提供动力。这一旦发动机停止了工作呢，机器也就失去了动力，无法再运转。心脏骤停之后呢，全身各个器官的血液供应无法保证，很快就会引起死亡。那说到这儿我们就要问了哈，说为什么这年纪轻轻的就会突发心脏骤停呢？医生表示说，看似身体健康的人其实也存在心脏骤停的风险，比如说过度疲劳的运动员，还有长期熬夜的年轻人等等。那另外呢，过敏触电等也可能引发心脏骤停。运动引发的心脏骤停呢，这里咱们要专门说一下啊。一般来说呢，有氧运动有利于提高心肺耐力，但是呢，运动得有一个剂量，大家呢要量力而行。我们最好能够清楚自己的心肺能力和所能承受的最大运动量。很多平时啊不参加锻炼的人呢，在长时间跑步之后啊，体内的心脏供血不足，导致心脏的负荷过大，就会容易引发心脏骤停，引起生命危险。是的，在运动当中呢，要特别留意身体预警哈。比如说，如果你突然出现了胸闷，还有心跳过快、呼吸困难等等的症状，那就不要再强行运动了，要慢慢的放缓运动的步伐，继续往前慢走几分钟，缓冲一下，再坐下来休息。
另外呢，心脏骤停还容易发生在熬夜的人群当中，是大家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就上床睡觉，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嗯，此外呢，中午时间休息20到30分钟啊，可以让我们的心肌得到滋养，让心率更加平稳。那如果发现有人突然意识丧失，昏倒在地，呼叫不应，而且判定有可能是心脏骤停的时候呢，就要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其实对于心脏骤停的患者来说呢，4分钟之内进行复苏者，可能有半数患者能被救活，又称为黄金4分钟。在心脏骤停之后的黄金4分钟内进行心肺复苏，同时呢，配合自动体外除颤器 AT 的配合使用，能够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没错。好，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烫发奇遇记哈。近日呢，湖南的刘先生去理发店给头发做个造型啊，他嫌自己头发总支棱八翘的，想做一个服帖烫。店员说没问题，398元，保管给你整到位。小刘一听啊，这价钱398元还可以，自己呢还是这家店的会员，就放心的让这个托尼啊一通洗剪吹，自己呢就在这个椅子上闭目养神了，这么躺了一会儿。哎，但是没想到啊，剪完头发去结账的时候，小刘愣住了，直接愣住了。对，他的头发竟然被分了12个区域，每个区域收费398元，这些所有的区域一共加起来呢，也就是4776元。大家伙儿没听错啊，一个脑袋的头发是被分成了12份。嗯，咱说咋不多分点，24个区这不赚得更多吗？发量可观啊。小刘表示呢，店里完全没有跟他讲是这样的收费，最开始说是398元，所以他才同意这样去做。可不嘛，这明显欺负人嘛。小刘于是呢就把记者找来了，来到理发店，一位姓张的总监拿出来价格单说，刘先生做的呢是水光针项目，会员是218元一支，非会员是398元一支，消费之前都已经跟刘先生说清楚了。小刘说呢，做项目前啊，店员并没有向刘先生出示价目单，只是在纸上写了写，而且呢跟价目单上的金额对不上，明显不合理啊。小刘苦恼地说，现在我左右两边的头发也都被剃掉了，不知道这12个区域是怎么来的哈，这只有中间头发还在，怎么能这么多区域呢？这退1万步来讲，就算分区，这顶多也6个分区吧。对于顾客的疑问呀，理发店呢没有回答。记者提出呢，想要看小刘当天使用的产品，理发店呢也表示拒绝。嗯，小刘说当时店员跟他说充值3000元可以打5折，他也没办法，只能听了店员的建议，于是呢就充了3000块钱。可是怎么这事儿越想越憋屈啊？确实憋屈。小刘希望3000块钱可以返回给他，然后再来谈消费合不合理。店里的工作人员表示呢，3000块钱啊全部退掉这不可能，退卡呢要承担30%的违约金。于是呢双方再次协商之后，小刘的卡里退回了1200元。其他的店里就再没有说法了。小刘啊说啊，争来争去啊，我的心累了，不打算反映给市场监管部门了，就想着给大家来提个醒吧。在收费上玩文字游戏，耍花招，不讲诚信，这你能留住几个小刘这样的顾客啊？小刘这口气不能咽下去啊，相关部门去讨个说法，狮子王大开口，这还有没有王法了？新闻大小评，世外高人我来评。说呢，在四川南充啊，大学生小唐一回家，五一回家之后呢，竟然被母亲带到地里去学习牛耕技术，怕儿子学得不认真，老妈还特意拿来一根棍子来震慑，这到底怎么回事呢？老一辈留下的东西有没有用是一回事，但会不会是另外一回事，毕竟那都是老祖宗留下的智慧。唐同学说啊，母亲呢觉得牛耕技术都要失传了，那么这才拉着自己啊去田里学习。其实啊，小唐的那句话我个人呢是非常认同的，老一辈留下的东西呢有没有用是一回事儿，会不会是另外一回事儿，毕竟啊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而且这画面啊看着多少还是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啊。说完牛耕，咱们呢再来说个牛老板。在湖南平江县一景区的百米悬崖外壁，居然开了一间便利店。崖壁上面呢，它有一个项目，在攀岩的这个途中呢，就是有游客的话可能会缺水，所以说那个便利店呢是会提供一些常见的，可能就是一些水，一般就是2块钱、3块钱左右的，一般就是从起点开始往上面背上去的，大概是100多米吧，会安排一些员工在那上。这老板啊，人一定是个世外高人啊，单说这个创意，这不是武林高手，我相信也想不出来吧。
根据介绍呢，便利店已经开业5年多啊，因为景区呢在这处悬崖设置了这个攀岩项目，不少游客呢攀岩到半路会感觉到饥饿还有口渴，便利店呢就是为游客设置，而且价格和地面一样，非常的公道。不用说了，这老板呢肯定是个高手。不过呢，我建议老板呢应该给这个店改个名儿。你说这个位置怎么能叫便利店呢？咱们加个前缀啊，仅叫最不便利的便利店。说当地时间6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一酒店发生剧烈爆炸，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40人受伤。目前没有外国公民伤亡的相关报道。古巴官方媒体格拉玛报称，另有13人失踪，预计伤亡人数还将进一步上升。古巴国家主席表示，爆炸并非恐怖袭击，可能是因燃气泄漏导致。说在法国莫尔比昂省布雷东地区，一个为弱势群体提供住房支持的协会近期推出小房子项目。这些房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房子项目最特殊的地方就是这些未来的房屋主人要亲力亲为，全程参与住房的设计、建造和布置，一点一滴都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完成。说胡夫金字塔是埃及现存规模最大的金字塔。2020年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金字塔中存在一个用途不明的大型中空结构。最近，美国的科研人员表示，他们正在筹集资金，以开发一款灵敏度更高的望远镜，用来探测埃及胡夫金字塔的内部情况。这个科研项目的负责人说，这个项目大概需要500万到1000万美元。说当地时间5月5号，卡塔尔世界杯迎来倒计时200天。位于多哈海滨大道钓鱼码头的倒计时钟设计灵感来自卡塔尔世界杯会徽，同时外形也让人想起计时的沙漏。它在卡塔尔世界杯1周年倒计时正式亮相，现在又见证了倒计时200天的时刻。我叫张大鹏，参加工作30多年了，现在担任一枝林药业的厂长兼支部书记。老年人呢，有问题了不说，怕麻烦人，比如说便秘的老人，不光遭罪，还容易引起别的。玉芝林经过10多年的努力，成功研发出了专门用于通便的产品便通，2005年还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在1000多种水果蔬菜里选，找有通便功能的，还得温和。每天都有反馈信，特别感动，也很欣慰。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人群，现开展9.9元体验活动，打个电话只要9.9元，体验12天便通。通便专用就是便通。善作魂。我参加工作这30多年，记住2个字儿：严谨。继续往它做下去，用数据来说话。便通专门针对便秘人群，采用5种果蔬，能帮助肠蠕动，能润滑肠道，还能保养肠道。这是一个蠕动、润滑、保养3合一的新方法，是专门帮助通便的方法，是更适合中老年人的方法。便通胶囊，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每天只在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便通牌天天胶囊现开展9.9元体验活动，打个电话只要9.9元，体验12天便通。通便专用就是便通。大便干，排便费力，别挺了，有便通的。您记住了，晚上睡觉前吃1次就行了。我有信心，便通牌天天胶囊原料全部来自果蔬，组方是国家专利，专门针对便秘人群。玉芝林药业的赵厂长经常说，产品得让自己的父母都能放心用。为了让老年人放心更踏实，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只花9.9元来体验便通，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来，把东西放这儿，我把我们带回去。9.9元，赵厂长却把够吃12天的便通寄给他心中挂念的老年人。
这是他对变通的信心，更是玉之林对用户的爱心。通变专用就是变通。人生啊，就像一场变脸，喜怒哀乐轮番上演。可这一旦腰椎间盘出了问题，痛啊！请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城里记。益安宁丸，始创于香港，传承三个世纪，精选道地名贵药材，荣获国家专利保护，130余年专心做好药，治疗胸闷、气短、失眠、乏力等症状。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好，收听下，欢迎回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意外啊，天气转暖，阳光明媚，很多人呢就开始在家里忙活着擦玻璃了。网上热卖的擦玻璃神器呢，也在很多家庭都派上了用场。那么这种神器呢，由于可以分成两部分，吸附在玻璃窗的两面，那里边这个上下移动，外边就会如影随形，内外配合，特别适合现代居住的楼房的这样一个业主。没错，这个神器呢我也有一个哈，但是这吸力特别大，都说是擦玻璃神器，但我就一直用不太好，就是会容易夹到手。真是啊，如果使用不当还有意想不到的危险。昨天上午呢，大连庄河市一名女子的肚皮就被擦玻璃器给夹住了，没办法向119求助。这名女子的衣服和肚皮被擦玻璃神器的两块磁铁紧紧夹住，由于被夹时间过长，情况紧急。经询问得知，女子在家经多次尝试后都无法将磁铁分开，不得已才来到消防站求助。救援人员一边安抚女子，一边尝试用手将磁铁掰开，由于吸力过大，磁铁纹丝不动。随后消防员利用螺丝刀试图将两片磁铁撬开。搁这么能进去吗？搁这么进去，把那个里边那个撬开。啊，疼疼疼！消防员将螺丝刀伸进两片磁铁中间，小心翼翼地将磁铁掰开一条缝隙，女子终于成功脱险。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使用此类物品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手、身体被卡住，一定要保持冷静。若无法进行自救，应第一时间向消防部门求助。得了灰指甲，有啥好办法？呀，刘婶，你这灰指甲还没好啊？唉，别提了，我这手又擦又吐，都半年了。我这脚又包又泡，治了一年多了也没好。反反复复治不好，那是方法有问题。没错，治疗灰指甲要屈就生心。屈就生心。灰指甲找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创新屈就生心疗法，去病甲生亮甲，荣获5项国家专利。指甲平均每天长0.1毫米，坚持用就能病甲换亮甲，坚持用效果好。去就再生心，马上找亮甲。预约修甲400-133-3133，乐泰亮甲。大家好，我是相声小品演员作家王振华。您平时啊都是在春晚上看到我，今天我来做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中老年人啊腿脚不好，春季正是补氨糖补钙的黄金期，在市场上随便一款氨糖一个月都得300-400。本档快乐团拼，我给老铁带来的是大厂家生产的氨糖软骨素钙，可以做到软骨硬骨一起补，护关节，增加骨密度，原价一盒是125，现在只要29元一盒。除了这个超低的价格，我还为老铁争取到了买3盒氨糖软骨素钙，也就是一个月用量额外还送您价值218元的氨糖霜一支。这个氨糖霜就是外用氨糖，
对疼痛部位可以外用涂抹，透皮易吸收，配合内服氨糖这个黄金组合，可以说是内外双补，好用易吸收。这么算下来，一个月87元，每天2.9元，氨糖加氨糖霜全解决。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跟着我一起团。这个氨糖软骨素钙，每100克含钙高达12克，更有6种骨元素全面修复，再加外用透皮易吸收的氨糖霜，这么多东西，一个月也得593元。现在您只需87块钱就能解决一个月的量，每天只需2.9元就能给自己给爸妈一个说走就走的骨健康。每天2.9元，氨糖加氨糖霜全解决，只限300个名额，正在售价，赶快拨打团结热线，跟着我一起团。人生啊，就像一场变脸，喜怒哀乐轮番上演，可这一旦腰椎间盘出了问题，痛啊！请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城里记益安宁丸，始创于香港，传承3个世纪，精选道地名贵药材，荣获国家专利保护，130余年。专心做好药，治疗胸闷、气短、失眠、乏力等症状。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收听下，欢迎回来。暖暖夏风拂面，麦田掀起碧浪，山野秀上青背。立夏过后，正是生机勃勃的时候。为了不负这人间繁花，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带大家云赏花，看看列车和花海到底有多配。收听下，明天见。明天见。